走路的你，你眼瞎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请问上北护医院走哪个？哟，还真是个瞎子呀！北护医院呀，北护医院那边。谢谢，谢谢。站住！快把钱还给阿姨！你少多管闲事儿！你不关爱老人也就罢了，连阿姨看病的钱你也敢拿？你还有良心吗你？我已经报警了。